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吉。就在刚才，我才写完一套诗卷。我来到客厅，一眼看见躺在沙发上的波波是如此的忧郁。他从脖子以下，身上的毛全被剃了。他现在非常的伤心，给大家看一下他。至于他为什么要剃毛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因为是我妈把他带去剃毛的，所以呢，也没办法，剃了就剃了吧。好了，我的休息时间到了，我去写卷子去了，拜拜。